好的烹饪的厨具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当我发现这个多功能烹煮壶以后，我叫他一个人的厨房可以煮汤，也可以煮茶，还可以煮饭，因为我常常煮个汤，煮一个饭，甚至呢，汤煮好的时候顺便烫个青菜，这样就是一饭一菜一汤，如果忙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你的一顿饭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其实我很喜欢下厨，但是我很讨厌等待，所以呢，我就会利用多功能烹煮壶，把我要煮的东西放进去，我就可以去放心写稿。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呢，觉得它真的太神奇了，只要按两个钮，然后它就开始煮了啊！结果它也不用泡，而且煮出来非常好吃，两个人讲啊够五寸了。松软啊，香甜啊，很棒。要下厨照顾自己的三餐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可是如果有这样子的烹煮壶的话，他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做他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我会觉得从年轻到年老，忙碌上班族到优雅的家庭主妇，要煮个下午茶都很方便。我觉得有了他以后，生活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幸福。